看看我的头。因为他们不是唐人，他们对这片土地没有热爱，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利，所以只有靠我们自己更加的强大起来，拥兵立马，让他们看见我们大唐的军队足以粉碎所有的敌人。朕要御驾亲征，用传送阵把他送到魏城。陛下，魏城离都城有千里之遥，若是用完送大阵送这张纸条，那得费多少人努力。说得好。对了，上次动用传送阵还是太祖在世战事告急呀。宁缺的事对朕来说都是急事。